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角2013年毕业生们。首先出场的是打击黄宏明。宏明除了打击乐器之外，也是拥有名人微笑的电贝斯王子哦。下一位是打击王成宇。沉默寡言，但绝对可靠。下一位是打击林采艺，采艺演奏的音符，总能随着他的情况跳舞。下一位是大国贸杜婉玉，婉玉不仅是音乐家，也是我们乐团的文学家哦。下一位是法国号陈真真，只要真真一出手，只有跳腰，没有其他。下一位是萨克斯风女神吴雨洁，雨洁不仅多才多艺，又充满魅力哦。下一位是小号刘子维。在以为文青的外表下，有着热情的心。下一位是上帝号向郑宇，郑宇总能用实际的行动来展现爱团之心。最后一位是第一号，也是我们的团长周彦辰。彦辰使命必达的个性是我们的最佳典范。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了3年来的努力和成长，我们也会继续追寻我们的梦想，并且带着这些养分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乐章。我们再用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这届优秀的毕业生们。的荣誉团员，从创团时期就支持着我们，让我们欢迎新亚国中刘增明校长。各位贵宾，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们啊，我应该有点激动啊。我们谢谢我们特别抱病前来的郭玉军郭会长啊，郭会长今天特别莅临，还有我们历任后援会的会长，我们黄吉金黄会长，还有我们戴美玲戴会长，还有吴志军吴会长，还有我们现任的林雅文林会长，还有未来的陈新宇陈会长啊。那我们管乐团成立2018年，我到任7年啊，那管团成立了快6年。那我们在3年的时间内，就参加了10赛，得到特优，前进全国赛，掌声好不好？3年内，我们就取得非常好的成绩。那在
2021年参加全国赛之后，这几年每年都进入全国赛。我想这样成绩在台北市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的加入带给台北市一级队伍非常大的压力，尤其东区的学校。那我知道最明显的就是内湖国中、立山国中还有明湖国中。那我们其实对于孩子音乐的追求，我们也听到了家长的心声，所以要特别谢谢我们隔壁博爱国小徐建华校长、陈顺和校长的支持。我们有自己的农场，让选手、让孩子可以持续在我们信义区的学区内持续的追求他们音乐的梦想。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新雅国中也成为台北市唯一拥有不能说唯一拥有三个乐团，弦乐、国乐、管乐的学校之一，其实也是屈指可数。我想有这样的音乐的养分，也是来自于各位家长对于孩子支持、对于学校的支持。我记得管乐团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空间，也没有乐器。我们在2008年因缘机会接下了台北市教育局委托我们承办台北市的管乐市赛。那时候管乐团还没有成立，我接到电话，局里长官说你要不要接管乐市赛。我说可以，因为我已经想到我们要跟博爱手牵手一起建立我们的乐团。通过这样的资源，我特别感谢教育局给我们更多的资源挹注，我们也错过募款，也感谢家长会募款了300多万的经费，让我们的管乐团可以从校史室走到我们学校的会议厅，最后有自己的专属的一个团练室。到今天我们的团员已经超过快60多人了会长跟我讲空间不够用，空间不够用。那我想其实管乐团在学校这边的空间是最多的，是最多的那我们的乐器其实从开始是跟高中高职端去进也透过不同的经费来持续来挹注，能有今天的规模，我想今天在这里呈现也就是最好的见证。我们从校内演出到成品音乐厅，今年第一次在中山堂演出，也谢谢各位购票来支持我们的同学们，我再来掌声来谢谢他们，是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那我也期待未来每一年管乐的惩罚我都可以出现，也期待我们所有的后援会会长每年我们都要点名，好吧大家都要来现场支持。我觉得管乐的成立跟延续是我们新雅中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也期待我们学校的老师们能够持续支持，毕竟音乐这条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我们的课业压力也相对比较大，那我们也会保证新雅中有很好的升学率，也有很好的教学环境，也有很好的音乐教育环境。我也期待大家跟我们一起手牵手一起努力。我今年就要离开新雅，虽然不舍，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都在一起的，我们都在台北市，我也期待我们能够继续互通聚齐，互相打气，互相加油。我们也祝福今年的几位毕业同学都能到高中端持续追求他的音乐梦想。音乐是可以涵养我们一生的生命的旅程，在旅程中我们都喜欢透过音乐、透过艺术的鉴赏来提升我们自己生命的厚度。今天各位来这里都是赚到，对吧？
我们站着掌声好不好？谢谢校长的支持和鼓励。好，最后我想也祝福我们所有到场的贵宾家长们阖家平安，万事如意，我们一起来欣赏更精彩的表演，谢谢。